由 Reduxon 和首要媒体合作的 John Ronda 车队强势回归，即将走访巴山谷多个社区派送礼包。民众只要和礼包拍照上传到社交媒体，就有机会赢取智能手机和空气净化机在内的奖品。来看一则商业资讯。John Ronda 车队今天继续向社区传播快乐和健康。从今天开始到本月31号，一连18天，车队将戴着口罩、快筛试剂盒、Reduxon 维他命 C 产品和白米，造访巴生谷多个社区、疫苗接种中心和慈善机构，派送4000份关怀礼包，也宣传健康生活意识。Reduxon 很高兴和 Media Prima 合作，成为 John Ronda 活动的一份子。这个活动对 Reduxon 非常有意义，因为我们将继续为消费者社区服务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和 John Ronda 的合作，能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自我保健意识，以保存一个安全和健康的社区。觉得呢，无论是组织人还是就是一般的朋友啦，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每一天都要睡得够，然后还有就是三餐一定要定时，要不然胃会痛。还有就是呢，要吃一些保健品，就好像 Reduxon Triple Action 这样子，因为它还有这个维他命 C、Zinc， 还有就是维他命 D。马来西亚拜耳董事经理梁淑芬坦言，过去2年，民众开始更注重健康，除了均衡饮食、定时运动，也会摄取维他命 C 保健。民众和礼品合照后上传到社交平台，就有机会赢取智能手机、空气净化机以及 Reduxon 产品。想要车队登门造访的机构，可以到 John Hable 社交平台登记，和工作人员互动玩游戏，也有机会赢取神秘礼物。Oh, no.